戒定慧是修行最基本的三无漏学，戒定慧更是把正道最后的宗戒。正与正月正明是为持戒，正精进正念正定为定学，正见和正思维成就最后的智慧。戒定慧是生活最基本的三无漏学，戒定慧能带领众生脱离生死轮回，世间充满各种无常灾难，愿只与我们每个人共演。戒定慧调伏我们的心，不再造业。是修行最基本的三无漏学，戒定慧更是把正道最后的终结。正与正也正明是为持戒，正精进正念正定为定学，正见和正思维成就最后的智慧。戒定慧是生活最基本的三无漏学，戒定慧能带领众生脱离生死轮回，世间充满各种无常灾难，愿只与我们每个人共演。戒定慧调伏我们的心，不再造业。